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。30年以来，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。由此上溯到1840年，从那时起，为了反对内外敌人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，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。
今天是您的生日，我的祖国所有的儿女都在深情地向您诉说，这是我们伟大的祖国，这是我们生长的地方。1949年10月1日，毛主席在天安门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，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满怀豪情，意气风发，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来。我们不仅善于打碎一个旧世界，我们还能够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。我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谱写出一部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历史。和共和国一起走过来的人们呢，将永远忘不了那个火红的年代。Hey!
荒草遍山野，军士满山岗。羊肠小道他难行走，抗战交通背他当那个背他当。二呀妈二啊山，哪怕你高万丈，解放军铁打的汉，下水的心千度高，十八那功名就打那西方，千丈那河后葬，真是呀好地方。无穷的宝藏没开采，遍地是牛羊。森林草原它到处有，人民财富不让侵略着它来抢。要巩固国防，先建设边疆，长城变高楼，黄山变牧场，侵略了感情慢，把它也消灭光。老百姓，我是一个兵，来自老百姓。我是一个兵，来自老百姓。我是一个兵，来自老百姓。
离开你们已经一个多月了，好想你们啊。信写了一封又一封，多想寄去我的思念呢、啊。
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，正在兴旺时期，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，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。
紧催着马向克拉玛依跑去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在曲折中前进，在探索中发展的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，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关键时刻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打破坚冰，拨乱反正，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，坚持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。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向全世界发出了这样一个声音：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。
心动是一场，爱你年华爱我芬芳，美丽的小院边生香。
心动，波浪干枯都在前沿头，闯海闯海，妈妈儿女为你站一代风流。像云是多彩的思绪，跋涉岸是崭新的追求，闯海闯海，艰险在脚下，惊涛在身后。不回头，你教会我勇敢是勇敢，我要把生命留给故乡。如今你拿起怀里大海，我要去远方，别为而担忧。你召唤我拼搏是生命，我要把未来变成温厚。小雨绕着彩云飞，那亲爱的朋友们，每个人春光属于谁？属于我，属于你，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喜一杯。再过二十年，我们来相会，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！天也新，地也新，春光更明媚，城市森林处处争光辉。啊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唱歌的星星要靠谁？要靠我，要靠你，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喜一杯。转眼到那时，我们再相会，举杯跟英雄，光荣属于谁？为祖国，为四方，流过多少汗，回首往事，心中可有愧。啊，亲爱的朋友们，让我们自豪的举起杯，英雄好，襄阳美，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喜一杯，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喜一杯。Thank you.
起飞的时刻，沉重的翅膀诉说艰难，冲着万里河山，这是我中华的心愿，燃烧的永远是热血，不朽的永远是信念。我们对着太阳说，向往不会改变，我们对着黄河说，追求不会改变，我们对着大地说，坚强总会改变。Oh,
邓爷爷，今天是国庆节，我们看您来了，我们不想请您回来看看咱们的家乡，看看咱们的祖国。爷爷，我们想您啊。和煦的春风春雨描绘着改革开放的绚丽画卷，破浪的航船迎着霞光一往无前。
前。在共和国即将迈向新世纪的时刻，我们既面临良好的机遇，也面临严峻的挑战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带领我们扬起风帆，闯过险滩，战胜风暴，奋勇向前，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，继续推进祖国的统一大业，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，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，开拓进取，走进新时代。
给了我
我是战士，为了祖国，为了人民，妈妈，我去了。亲爱的弟兄，你就是英雄。
我们远航，海涛万丈，我们远航，为了中华民族的希望，迎着新世纪的曙光，我们向着世界宣告，中国正扬帆远航。风啊，鼓起我们的勇气，浪啊，激起我们的豪壮，夜风帆像鲜艳夺目的旗帜，照亮大海，万里神舟似劈波斩浪的巨轮，奔向前方。风帆啊，风帆，升起你，就像看到无数先烈用热血铸就的辉煌。风帆啊，风帆，看着你仿佛听到崇山峻岭间纤夫的呐喊在飞扬。我们是祖国的公仆，我们是人民的儿子，我们就是共和国忠诚不屈的脊梁。我平天下的祖国歌还在耳边回响，父兄们壮烈牺牲的往事依然在血脉中激荡。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，这声音是撼天动地的万钧雷霆。祖国要统一，民族要复兴，这目标是中华儿女坚定不移的向往。海风吹来，波涛澎湃，浪花铺路，风帆高昂。擦一擦汗水，稳一稳舵盘，让我们击溃风暴，迎接挑战，去拥抱曙光。听吧，我们跨世纪的宣言，多么豪迈，多么雄壮。当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，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，同心同德，不屈不挠，艰苦奋斗，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，
中华的诗城奉献你。今天是您的生日，我的祖国，所有的儿女都向您深情地诉说，50年开拓辉煌的路程，50年耕耘出金色的硕果，我们为你的繁荣而自豪，
为你的强大而高歌，我们为您献上国家统一的祝福，为您捧出民族团结的花朵。在这举国欢腾迎接新世纪来临的时刻，让我们纵情高呼祖国万岁，万岁祖国，祖国万岁，万岁祖国，祖国万岁，万岁祖国。
1919年10月1日，一幕壮丽的时代画卷，北京天安门一场辉煌的国庆盛典。走过苍茫岁月，走过如磐风雨，走出一个站起来的伟大民族，走进改革开放，走进烂漫春光，走出一个富起来的繁荣中国，走向新的世纪，走向新的纪元，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10月1日上午10点，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，中央电视台从上午开始直播庆典盛况。脚气是由真菌感染而成，若治疗不当，遇到潮暖又会重生。达克宁有效杀灭真菌，治疗并预防脚气复发，杀菌治脚气，请用达克宁。西安杨森。我不对朋友隐藏什么，大家越接近我就越开心。来，我每天用新海飞丝头屑，从不来烦我，头发这么棒，怎么弄都行，大家越来越接近多好。秀发天天没头屑，让人亲近多一些，全新海飞丝。客人快到了，别忙，小心拉伤扭伤。扶他林无色无味，迅速渗透，有效缓解肌肉关节疼痛。我家有扶他林，你呢？科学发现，疾病和衰老是因为体内垃圾太多。昂立一号，清除体内垃圾，维护人体生态平衡。昂立一号，调节肠胃，降低血脂。上海交大昂立。每天都戴着面具隐藏自己，抛开面具，敢于表达真正的我。我就是我，晶晶亮，雪碧。夏士莲润肤香皂独有天然月见草精华，温和洗净，爽洁滋润。夏士莲润肤香皂全新上市，喝会员果汁。海尔健康热水器，一出水就自动断电，安全看得见。出水自动断电，海尔健康热水器安全到家。抗病毒治感冒，请认准快克商标海南亚洲制药。